从事木雕创作逾半世纪的木雕艺术家黄妈庆正在虎山艺术馆进行创作展。此次作品是以荷花为主，其特色是每件作品的荷叶均已残破，但黄妈庆将残破的荷叶雕刻得栩栩如生，呈现残缺之美，借此传达生命并非完美核心的创作理念。欢迎乡亲参观指教。木雕家黄妈庆出生于彰化鹿港，14岁就开始学习木雕，一开始专攻神像、神教及雕花等木雕技巧，数年之后即跳脱商业代工作品，从事艺术创作。黄妈庆以大自然以及日常生活为师，创作题材多元，以细腻流畅的刀工、厚实的工艺底蕴，雕凿出栩栩如生、充满生命的脉动花鸟虫鱼、瓜藤蔬果等等作品，难辨真伪，令人称奇，在国内获奖无数。他藉由个人丰富内涵，捕捉超然的物体表现，从体悟人生中锻炼出自己风格，从严谨而流畅的雕刻作品中透露出对大地万物的关爱。黄妈庆表示，一般雕刻家可能会将荷花荷叶雕刻得欣欣向荣，但其实每个生命都有缺陷，不可能完美无缺，每个生命每个阶段都有其价值存在。他的每件荷花作品荷叶都是坑坑洞洞，甚至已枯干残破，正是要传达这样的创作理念。黄妈庆创作时以木纹原始肌理构思，创作范围从平面到立体，从阴刻到阳刻，从浮雕到镂空雕，从圆雕到一体成型及复合眉材，借由个人丰富内涵捕捉超然的物体表现，从体悟人生中锻炼出自己风格，从严谨而流畅的雕刻作品中透露出对大地万物的关爱。展期到7月29号，欢迎乡亲莅临虎山艺术馆参观指教。记者常金福中心采访报道。